在老家哟，在老家哟，在老家哟。听说，是不是真的？他这个不知道啊，我。不要就是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知道吗？要自己去去认识去了解之后才那个，因人而异吧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别人肯定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你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就是不能给别人贴标签啊，家人们，不能随意贴标签啊。对，不能给随意给别人贴标签啊。什么时候回成都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老公在哪里？没有老公。造型不错，谢谢夸奖。宝宝你干嘛你不来？人都掉了。朱老师你没来呀、啊、你没人家没有看到你啊。谢谢谢谢大家算这些票啥子啊，他们真的没有在的话他们就走了，说不看了。你才长得丑哎。谢谢张登杰才送来的冲刺狂欢。你居然说我丑，我再丑也是你的女儿，你说我丑那你能好到哪儿去呢，对吧家人们。哎嘿，还不给爸爸煮饭，还早啊，还早，现在还不吃饭、啊，爸爸有点不配合今天，爸爸有点高骄傲了今天，他一来就800个人了，然后现在让他来他就有点骄傲了，家人们怎么办。谢谢吴京送来的人气票。爸爸你是不是骄傲了，你是不是怕变成网红所以说不敢出镜了、啊、我怕人家笑我。那这是我爸爸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，大家喜欢你爸但不要这样说嘛，我会伤心难过的。放假不就那么石头，爸我去这个假期房价要涨盘了。嗯，我看到你的鸡是一只鸡哦，还涨盘，你不能去煮你妈煮了三天了豆。家人们点赞点关注，此时此刻死景。你从远古走来，一路带着灵机安详，感觉为什么不回荡我的声音，听得到音乐声音吗？那心语心间的是那动人的故事，听得到是吧，终于有个人回答我的妈呀，我太难了，是我心里的归宿，天边的巴拉巴拉歌颂，你牵动着古老的文明，你诉说着
你从远古走来，一路带着历尽暗香，寻觅那心与身的交融，哦，心与身的交融，捧在我心间的是那动人的故事。谢谢张灯结彩送来的抖音号，感谢。我在这手举着，我手都举如了，家人们，谁懂呀？当走出大山深处。心里一步步一步步走出对大山永不变的大爱，我爱你巴拉格宗，古老的家园，幸福的家园，树叶上的露珠，便是走出大山的汗水。
山永不变的大家。